有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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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们可能去晚了，不是我五一那说一声，人家说当天我们就是五一，金山岛他们说没啥好玩的，看着倒也不好玩。是没有去想去了的话，其实不好玩。而且那些地方买什么吃的很贵的。他们说还没这边的这个这边不是有个玻璃栈道？哎呀，那边好像是很，那边啥都没有。对，就是坐个船过去。啊。好的景点去不了。就像我们这高架
用到这椅子里边，那我十个人大概要多久呀？十多分钟一个，半个小时吧。哦，要四十分钟。那我们先排着等一下，半小时再过来行吗？半个小时左右。啊，好。好的，十点。哎。
那个吨位做不了这么小，你那个吨位做不了这么小。五香合掌，新疆第一合掌，花生，花生，五香合掌，欢迎大家。